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制作一款蝴蝶戒指。点小三角的再往下折，三角。这个也一样，把这里撑开，上面的角往上拉，压成一个小三角。背面也一样，撑开，这个小角往外拉，压出小三角，
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里撑开，这小角往外拉，这里压出小三角，把它调整好，然后把它分开一下，这样蝴蝶的样子大概出来了。用手比一下长短，把多余的部分剪掉，把一个插进另一个里面，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蝴蝶戒指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，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